好厉害，狗都会看电视啊。那个接下来我的老朋友，我的大哥，恭喜你又得了，陈建斌，恭喜建斌大哥，恭喜你。陈建斌去年成功拿下第一座奖杯，今年再接再厉，恭喜斌哥，恭喜你建斌大哥，恭喜你。还是这么高啊。OK， 坐在台下是紧张的，上了台有点慌张，但是嘴里还是要吐出一点文章啊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十大知多少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第二座奖项终于落在我手中。哇，雕栏玉砌应犹在，明年我一定再来。好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我还有八座就上神楼。谢谢投我票的972听众朋友们，黄金年华的观众，我们相约还有八年抗战，好不好？ OK， 还有谢谢新传媒给我的机会，还有谢谢 King Kong Media 我的老板李国煌啊，还有谢谢新加坡艺人工会的朋友，还有超凡的家人，还有我的家人，还有我的爱人，谢谢，恭喜恭喜建斌大哥，恭喜。